之前我跟老公没有住在一起，他最近这几天就上个礼拜精神就有点异常哦，好像怪怪的，我就想说啊，接来这边照顾了。他之前都有在讲一些胡话乱讲啊，讲说他的胃没有在动了，没有他的肠子没有在动了，胃没有在动了，好像他要死了。咱咧讲是，他好像有卡到什么东西啊？呢，时好时坏，当下啊，呢怎啊？反正就躁郁，也讲有点像躁郁，怎啊行起来啊？呢，啊，伊把我再抱回落去医院，我阁唔知点么子，我咧在楼骹上拍他，我拍一个跪在倒，我要拍，伊阁无让我拍，去把伊硬拖掉，无让我拍火。起初伊是伫一楼，啊，我看伊困了无好，我讲阿问讲，啊，无咱来二楼困好无？我怎啊整理二楼的房间啊，困啊开冷气，我就看伊倒里啊有倒啊倒去二楼眠床啊。啊，后来我是倒落去眠床了，我想讲，插头遇到插头刚有迄个有抽，后来我想讲我要来看一下插头有抽无啦。啊，然后我就走到楼下，走到楼下我就看到那里起火了啦，哦，要打火啦，他不让我打啦，一直把我拖着不让我打啦。我也没办法打火，他一直给我拖着不让我打火。后来我就安抚他，我就说好好好。他说要睡觉，我说好好，那我们来二楼睡觉。然后我就带他去二楼，我赶快去我的房间，我房间里面有家用电，我就赶快打那个电话报警。那我们就是接获火警出警，然后到达大桥一街的火灾现场，那马上发现有一名女性屋主，那她是站在车棚上面，我们就立即先用双节梯把她救援下来。那同时也有看到那个三楼有一些黑烟冒出，那我们就立即从特搜的幺幺车布水线，然后还有两名进行那个大门的破坏。那在破坏当下就有发现客厅就有火势烧出来，那我们也立即出水。后来从那个女性屋主的口中得知，她老公还在受困在屋子里面，那我们就马上人员进去做一个搜索的动作。那在二楼的前阳台那边就搜索到她老公的的位置，那我们就利用共生面罩把给她老公做一个呼吸道的保护，然后也利用人员搀扶把她整个带下来到一楼安全的地方。